原来拜香宴，竟还有同房的习俗。家主、夫人，老奴见这盏灯花样特别，因此老奴就特地拿过来了。夫君盯着我做什么？啊，我是觉得今日收尾虽然有一些仓促吧，但是过程算是没白费。如此大费周章的请人吃饭，当然不会白费了。嗯。这灯上的图案倒是还挺特别的。夫人，是想起来一些什么吗？夫人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些许头疼。那要不要把赵神医给请过来？没什么大碍。哦。怎么了？我突然记起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夫君。哎。今日你欠在众人面前，认认真真的喊我一声夫人。没了。就算不在人前，我也想听。夫人。夫君，哎，好些了吗？那，你不动弹，他挺好的。哦，夫君老看我做什么？我是想着夫人今日迎来送往的，很是辛劳，不及夫君幕后筹划来的辛苦。走吧。嗯。我们来灵泉镇，公子不知道。今日的事，一个字都别提。是。崔九这个名字，是不是在哪儿听过？夫君，嗯，天都要亮了。嗯，还不熄灯歇息吗？也不急吧。还疼吗？不疼。赵全还顶点用。多亏有赵神医。你呢？嗯。你头还疼吗？不疼了。那在那之后想起来什么没有？我应该记起什么？那当然是跟今日你看见的事情有关系了。拜香不就是为了镇宅吗？这镇宅呀，自然是要夫妻协力，因此在我们真州啊，这拜香宴又名小春宵。
想起来了。其实也没有那么要紧。要紧。但我还没准备好。你要准备什么呀？你我是夫妻一体，你当然要相信我了，夫人。你脑海中所想，于我而言，万分的要紧。干什么呀？脱衣裳。哎，不，别！其实，我是想和夫君慢慢来过的，但今日听尹家娘子说起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拜香宴，竟还有同房的习俗。夫君费心为我置办了宴席，我也不能假装不知道夫君的心意啊。更何况，夫君今日还为了我挺身而出，教训了那登徒子。我其实啊也不是这个意思。不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夫妻一体，我应当信你。夫人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慢慢来过。真的？啊，我可以等啊，我也等得起。其实，他就是有病。他有什么病？难以启齿的病。世上，无论哪个男子遇上此症，都是讳疾忌医，唯恐伤了自尊，更何况是自家娘子呢？因此，他只能顾左右而言他，掩饰自己的武力。那赵神医的意思是？天妒英才。